诶，各位大家好啊 ，Jimmy Huntington 个人 show 今日咧就系11月23日，美东时间咧就系9点几夜晚，咁咧大马咧就应该马来西亚咧就系、是、应该系早上9点几啊，快嚟咯，10点几咧，你哋咧就开呢个咧吓统治者会议吓。咁我今日要講啲乜嘢啦嚇？咁我希望你咧就回顧下我喺咧就係11月15日啊所講嘅啊分析大馬形勢嚇。我講笑咁講啦，用最權威嚇嘅大馬專家身份去分析啊。誒，講幾句先，煙草先嚇。自媒體中嘅你知啊。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公正、客觀、權威，嚟聽聽我輯啊！嗱，11月15日 ，November 15， 嗱，點樣分析咧？嚇，失沙沙，失天下。我就話咧，就係由於安華嘅策略嘅失誤，今次冇乜機，冇機會報勝，除非嗱，除非嚇，聽我啊！講啊，其中一個必殺技就係、是、你聽聽嚇，回顧下啊，我點樣講？必殺技希望會贏嘅。你聽聽。呢幾日啊，尤其行動黨要登報公開。嗱，陸兆福講啦，或者其他大公開宣布咩咧？聽聽。楊美瑩啊，係咪啊？誒，陸兆福啊，啲大頭坐埋嚟，希美其中嘅民主行動黨。大口猛啊！大口猛啊！呢啲啊，啊，仲有林本英坐低，啊，坐低宣布啲咩咧？公众宣布，佢全马来西亚宣布，华人行动党不入国，不入国，一个部长都唔做，赢啦！嗱，你咁啊赢啦！华人行动党不入国，你决心，嗱，呢个系最大决心，次之话咧，次之嘅话。不做政部長，例如財長、國防部長、貿工部長，甚至交通部長、教育部長都唔做，放棄其他不重要嘅啊，經過商量商討，俾你做你做。不過咧，你應該咁講啊，呢、這個必勝技就係不入閣，不當官。副部長要呢啲冇所謂嘅，副部長可以。次之咧，你睇下，次之點咧？不，你咁樣不入閣不當官嘅話咧，因為你信安華啊嘛，咪安華俾委任咯，俾佢做下咯嚇。咁、啊、你做啲委員得啦，係咪嚇？你咁樣咧，有可能會贏。不入閣不當官，呢、這個咧就係點啊？破釜沉舟嘅一仗。咁呢點咧？我都讚賞陸兆福嘅。我一早選完之後，我就話啦，係咪啊？華人嘅司令 effect 啊，即係做議員啊，做嗱，而家係咪啊？希明啊，希文啊，就由啊安華去妥協啦，同啊阿莫扎希啊嗱、啊，我哋講呢個國陣就用烏統嚟代表係嘛？同烏統去妥協啦，啊，係咪其中之一樣嘢啊？要華人行動黨要讓出幾個部長啊？咁而家可以妥協話有6個部長又俾華人行動黨啊嘛，我覺得太多太多。咁重要嗰啲當然係俾呢個烏統啦，副部尤其係副首相啊，俾個呢個烏統啦，一個係呢、這個嚇。啊呢、这個大馬嘅啊，東馬啦，係咪？即係應該俾咧，應該俾沙拉越嘅阿班佐克嚟啊。今次咧就係、是、嚇、啊、民興黨沙菲亞多咧就冇乜運啦。沙菲益嘅民興黨啊，亦都係咧，你安華
失沙沙失天下啊嘛，去打死去夾死民興黨啊，係咪？夾到點啊？自己都冇埋咯，係嘛？公正黨劉靜芝都輸埋，真係慘啊！真係嚇、啊、劉靜芝咧又做得嘢噶嘛，係嘛？嚇咁啊，做過呢個沙巴嘅旅遊部長噶嘛，你可以知道啊，沙菲幾睇起華人。咁你安華啊，沙菲又派人，你自己去派人，公正黨係嘛，去圍死呢、這個啊沙菲爾啊，差啲點啊？啊，差啲害死自己，害死埋自己。好彩啊！今日呢一輯咧就重點啦啊，講咩啦？安華。圓夢，兩師兄弟各取所需。嗱，今次咧應該係我咧最後嘅一集啦，關於啦大馬選舉啊，就係咧大馬嘅選舉終結篇，就講講下希明嘅失誤啊，死而又復生。最主要咧，今次咧就係、是、嘅恩人啊，唔應該講恩人嘅，各取所需啦，係嘛？最主要嘅得力幫手咧，就係佢個兄弟安馬兄弟阿末扎希，係嘛？咁咧嗱，你回顧下嗱，好多咧咩專家啦，係嘛？嗱，分析呢次大選啊。都着眼，誒選前啊，啊呢、這個咧就係、是、啊烏統可以攞幾多席，呢度幾多席啊，跟住咧啊，沙勒月 GPS 咧會大勝，咁大家都同意嘅，係嘛？咁跟住咧啊，希盟咧佢自己估90-100席啊，拉菲茲同埋劉振東啊嘛。好少人住啊！好少人係點咧？好似本人咁嗱，呢一點啊，你都睇到人哋嘅啊，國民啊，國民嘅啊，無希丁、無油丁嗰啲老練啊，我肯定佢亦都係用我個方法嘅啊，分析呢一次選舉，然後佈局嘅。咁各位你要聽聽我講啦，聽咗我講就知道你華人啊點解係長選長輸，你都還政治智慧啊？咁啊，安華根本就冇政治智慧啊，輸死佢啦，係嘛？得沙沙得天下，佢都未識啊！如果識嘅話，使乜害死埋啊邊個啊？係嘛？民興黨嗰位沙菲亞讀。沙菲亦嘅得三席係嘛？呢三席啊，救命草嚟嘅係嘛？今次啊，嗱你睇嗱，我分析大馬選舉咧，喺15日11月15日嗰日已經講咗，我係唔同其他嗰啲乜乜專家係嘛？誒嗰啲咩經濟學人係嘛 ？EIU 係嘛？烏統一定贏，十B 啊，沙比利啊，十B 一定會超，幾多人力物力嘅？呢咩咁嘅料啊？呢啲經濟學人 EIU， 誒仲渣過胡一仙啦，胡一仙已經渣，胡一仙博士乜乜博士啊，鍾天祥嗰啲啊，鍾天祥就害死啊！呢香港明報嗰位啊，編輯如果走翻嚟馬，走翻嚟呢個新加坡啊，鍾天祥嘅博士呢啲咁嘅料，仲有嗰啲咩？啊，藍志峰啊，曬氣啊！英文嗰啲同埋母語嗰啲分析曬氣啊！嗱，你睇人哋啊，慕油丁嘅高，我知道佢係用我嘅方法係點啊？喂，大家都知係咪？三黨不過啊，一一二係嘛？而
222席嘛，112就贏啦嘛，呢個簡單多數啊，三黨都不過嘅，冇油丁冇睇到，冇睇到你，哇！你事前攞幾多票？兩幾票啊？佢就知道咧，首相裏邊咧有多少票，而且係知道啊，三黨咧啊，三大黨係咪啊？啊，烏統，我哋要烏統代表佢啦，係嘛？各大黨同埋馬華啦，係嘛？用烏統啦，係嘛？咁跟住咧，國盟、毛侯丁、左希盟呢三黨咧，都唔會達到112嘅。呢啲係普通人都知啦。佢咧，好似我咁，毛侯丁我知佢啊。唔喺呢度分析，喺邊度分析咧？就係啊，選後結盟嘅形態啊。你同邊個一齊啊？結盟選後啊，選後分析法嗰度。分析出嚟嚇幾多個 combination 同邊個拼同邊個最大機會啊？因為點啊？大家知啦嘛，係嘛？三個黨都唔會夠112嘅，因此冇油丁係嘛？一早搶先機就部署啊 GPS 係嘛？跟住一拉攏烏統裏邊啊呢啲係嘛？再拉攏。GRS 揾食啦，揾食硬吃安華呢次要硬吃安華，一定贏緊嘅啊！因此話嘛，我就用霧油丁嘅呢個方法啊，三黨不過112咧，就唔喺嗰度咧，事前嗰度選前就啊預測呢個嗰個呢個啊，但係你要知道自己有多幾多票噶嘛？霧油丁當然知啦，係咪？大概幾多至幾多係嘛？咁跟住就喺邊度啊？集中火力，一早已經搶先啦！啊，去分析個嗰個咩啊？選後形勢點樣結盟啊？係用呢個方法係倒推落去，然後咧就搶先機。咁倒推好明顯呢度睇到啊 ，GPS 係嘛？跟住咧搶烏統啊幾隻，跟住 GRS 保住，揾樣眼吃佢噶。硬吃的霧油丁已經報下咩啊？硬吃安華嘅，所以我咩做啊？15號就分析，冇機翻去。除非佢學我必殺嘅，係嘛？選後啊，一定要搶先第一步。係點啊？因為同選後嗰度分析嘅就係點啊？行動黨就左手左腳。你安華要同 GBS 傾得掂咧，一定要行動黨啊！選後即刻公佈，不入閣不當官。咁而家唔係咯，啊，花咗好多幾天嘅時間浪費咗，而家咪最後咪得出嚟要點啊？行動黨要讓路，咪同我11月15日啊啊嘅佈局啊，霧油丁就係咁樣佈局噶，唔喺選前嗰度。集中火力喺选后嗰度结盟，你睇睇，所以一早就抢咗先机，115票送到皇宫啊！但系出咗少少意外，安华咧同佢兄弟啊阿木扎希咧幕后交易啊，呢点咧连佢啊！阿莫扎希啊，裏邊嗰啲啊同志啊，都未必知道。咁而家有傳流傳有封信，阿莫扎希咁啊，係嘛啊？死俾阿公，喂，我哋全黨支持啊，支持呢、這個啊安華佢哋係真嘅，呢封信係真嘅，係嘛？即係啊，今次真係安華啦，死起回生。就靠佢兄弟阿木扎希，當然佢有所需啦，係咪啊？呢啲嚇，所以因此我就唔同意咧，就係、是、啊，冇從天際啊！我洪律師講啊，我200%啊，欺命揾死。琴晚啊，佢用啊呢個態度啊，100%啦，咁佢哋都。有少少嘅可能，依著我估，我嘅推斷咧，我唔會改嘅，係嘛？即係希望揾死。咁啊，呢啲係
佢自己嘅睇法，但係我可提，我睇咗好多選舉，尤其美國啊嘛，我嚟咗20年睇好多選舉，政治邊有100%㗎？你吹到200%，洪律師學下嘢先啦，200%判啊，希望一定死。我想聽呢個解釋啦，佢可能有解釋啦嚇。跟佢嘅解釋，跟佢嘅幻想啊，點點點點點啊啦 ，A 又點 ，B 又點 ，C 又點 ，H 又點，好多原因，我200%都死，佢死，早幾輯啊嘛，政治有100%有200%咩？多一兩秒啊，都會起最大嘅變化，係嘛？嗱，今日我睇落去咧，肯定噶啦，係安華得勝嚇。他師兄弟各取所需，那阿穆扎希取了什麼呢？唉，你大家去查查吧。那阿穆扎希屬於官司派的，是不是？啊，那有些人懷疑他了。啊，注意啊，阿穆扎希呢，那幾條罪啊，有幾條罪是打甩了的，到現在呢，啊，他是沒有罪的。啊，你明白？當然有很多官司在手了，是不是？咁啊，安華俾咗乜嘢佢啦？咁啊，安華啊，亦都説服咗行動黨啊，交出咗幾個部長出嚟啦，呢其中之一啦，係嘛？咁佢仲有應承咗啲佢師弟阿穆扎希啊，啲乜嘢咧？咁日後會各位去打聽下啦，係嘛？呢啲嘢係嘛？啊嗱，你睇睇人哋慕尤丁啊！事前已經部署了選後怎樣結盟，是硬吃安華的，但他就算不到，他以為在希明那裡搶10票，是吧？自己計計埋埋有79%，喂，啊，sorry 啊，在這個烏桶裡搶10多票，是吧？那裡呢，GPS 23票硬吃，是吧？佢79%，啊，譬如30嗰度搶到20，係嘛？嗰度23，夠曬啦，係嘛？咁後來咧自己咧，喂，加加埋埋115就報上去，點知咧就係俾阿穆扎希聯合安華咧就係扯慕尤丁落。扯佢後腳，係嘛？所以你睇睇你啲喺政治裏邊係冇200%啊，100%去推斷嘅，係嘛？俄烏戰爭係嘛？好多人都我包括我承認嘅，我哋都犯錯，咪話俄國點需要打兵臨城下佢就得啦，係咪？但係咧，我都話冇可能100%推斷嘅，有瘋狂5%。我咧佢有95%嘅俄國會打呢個烏克蘭，但係嗰有5%係瘋狂5%，我都要算埋。嗰5%都係俄國都可能用兵嘅，冇100%㗎政治呢樣嘢。洪律師，假如有聽位，係聽位嗰香港嘅老前輩，你知啊嚇，講川普100%當選，嘥氣啊！終於咪自己掌嘴咯，係嘛？洪律師。你不需要學下嘢嘅，不過以你的分析能力，我提你啊，政治冇啊，200%噶，啊，我好希望聽下佢點解釋啦嚇，真係安華得食嘅話係嘛，啊，嗱今日亦都係最後一集啦，話安華一定會食到啊呢次啊，經過咁多苦難係嘛，嗱，你睇慕尤丁硬吃嘅，啊，嗱，仲有你睇人哋，所以我話你啊。我睇落去啊，即係上次我亦都有出嚟啦，係嘛？2018/2009係咪？哇！你有睇我係嘛？我留低個視頻喺嗰度 comment 嗰度有講啦，你嗰舊視頻你再睇睇。1、2、3票係咪？啊，沙沙起風係咪？咁啊，得沙沙得天下，我講嗰啲策略係咪？沙巴之虎起嚟，全部我睇到嘅係咪？啊！咁我想，喂，你安華輸咗之後？都不知道怎麼輸的，沙沙得天下你未知道，沙巴之虎起來你都不識的，是吧？啊，這些你都不識的，呵呵，你是不是長損啊，長輸啊，輸死你的。
咁你華人咧，行動黨咧死跟安華啊嘛，政治智慧咧當然係冇啦，係咪？啊，咁樣啊，你睇睇人哋啦，嗱再睇嗱，你當然啊用唔到啦，我睇你，你唔識用啦，係咪啊？啊，嗱，等一等咧，就係我想咧送首歌啦嚇，嚟我唱嘅。啊！一路聽一路分析啦，送俾安華嘅，啊，終於俾佢成功啦！我唱嘅，啊，點？Beautiful， 啊，你哋 fight unbeatable foe 啦，行動黨啊，啊，同埋呢個安華佢哋啊，終於成功，但係你哋嘅智慧、政治智慧咧，確實係。差的差過呢個烏桶嘅，同埋呢個啊冇油丁啊，佢哋嘅測試。嗱，我叫你睇啊！嗱，我叫你睇一樣嘢就睇點樣出嗰份啊聲明，即係琴晚啊漏夜佢哋啊出聲明啊。嗱，佢哋開會啊，係咪 ？UNO 啊，即係呢個烏統佢哋開會係咪？開完會出嚟咧就係、是、啊，發一個聲明，發一個聲明咧，你睇人哋點樣聲明啊？啊，琴晚啊，深夜啊，開會啊，發一個聲明啊，就拒絕。啊！拒絕呢個慕尤丁嘅啊，國民啊，嗱、啊，人哋點樣發個聲明，你睇睇啊 ，agree to unity government， not led by Pedicatan， 誒 ，Pedicatan。即係 P Pedicatan National， 即係 PN 係咪 ？Not led by 啊，咁另外有啲人咧就係話 ，not led by Muhyiddin 啊 ，not led by Pedicatan National。你睇睇人哋嗰種政治智慧啊！哎，终于安华终于成功 ，The Impossible Dream 送俾安华同埋佢行动党嘅啊。嗱，你啲人你点样出嘅声明啊？就系、是、啊 ，Not led by 啊 ，Pedicatan National 系嘛？喂，佢唔用啊！你睇睇与啊希盟。帕克丹哈利班結盟喎，成為一種啊，成一個 unity government 喎，係咪？成為一個聯合政府喎，啊？點解咧？你睇人哋用字嗰種精確啊，係嘛？佢無謂用啊點啊？誒，我哋啊 agree to unity government led by 帕克丹哈利班。哇！佢用呢個字 Pakistan Taliban 用呢個做主詞咧嚇，大鑊啊！引起反感噶嘛，係嘛？啊喂，以前你同希盟啊、烏統啊，喂刀刀見骨係嘛？刀刀見血喎、啊，大家互相廝殺噶嘛，咁啊！突然間你同佢結盟嘅嚇啊，用呢、這個啊 Pakistan Taliban 呢個字啊啊，成為一個。Unity government led by Pakistan Taliban， 你睇睇，如果用呢個字係咪引起咗出嚟嘅？用呢個報告，用呢個公佈，用呢個聲明，用呢個字眼啊，同我哋會組合啊，組一個聯合政府同希盟結盟。喂，嗰啲馬來同胞，我諗起呢條友以前刀刀見血啊，刀刀見骨。點解而家同希盟結盟？帕克特哈利班
呢、這個字眼會引起點啊？啊，可能騷動係嘛？甚至咧呢啲咧嚇有心之人搞個暴動噶嘛係嘛？喂，你失咗你嘅原意喎，失咗你嘅宗旨喎，而家同希文結盟，結盟你睇人點樣用字啊？係咪啊？佢 agree 成立一個啊 unity government， not led by 啊 perkadan national。我哋啊同意成立一個咧聯合政府，不由國民領導嘅政府啊，誒不由國民啊，將個字啊帶咗去啊，又點啊？我係雖然啊，我想同希盟結盟，而且成事，但喺字眼裏邊啊，去攻擊翻呢個。國民啊，即係點啊？佢我會啊成立一個咧，我同意我哋啊，烏統佢哋同意嚇、啊，成立個 ONU 佢哋同意，烏統咧就係同意成立個咩啊？我哋國陣咧同意啊，成立一個聯合政府，由非國民領導嘅。你聽人哋反打國民佢哋咧，你唔聽阿公嘅説話啊，反打佢哋一招，跟住咧唔好用呢個欺明呢個字眼出嚟，你睇人哋嘅智慧啊，同埋啊，冇油丁嗰種老練狠辣搶先機啊，啊，用選後啊分析法啊去結盟，所以我同你講，我勸你哋華人啊。多啲用下腦筋啊！你玩唔過烏統嘅，我同你哋講啊，你長選長輸啊！啊，我淨係分析你兩點啊，用選後結盟法搶先佈局，冇油丁係嘛？同埋咧，烏統啊出呢個聲明啊，係同你希盟合作啊，但係佢唔會出話同你希盟啊，帕克丹哈利班啊成立一個聯合政府係點啊？同一個點啊？非啊！國民的政府，我們會呢去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是由非國民領導，就是非啊胡侯丁他們的國民領導。你看人家用字全部是有了什麼啊，先機全部有了謀略的。那我可以跟你說，你以後選都選輸，除非你搞一個好的智囊團，找幾個國際級的友人、啊、我們要找我很難的、除非你叫潘建偉、啊、來美國，你一定會找到我打幾場球傾傾先、啊、傾傾先。我佩服潘建偉、啊、你看他、啊、今次不出來選，他可能有這個路線，可能跟林冠英有拗撬，他不出來選，他在哪個區都會贏潘建偉。你看人家怎樣去做義工，去沙拉越做義工，是不是博水喉給土著，是不是被清潔的水喉，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還有衛生 啊醫藥 啊去做義工，是不是組織一個義工團，是不是幫助了土著，你看到人家是真正是怎樣為沙巴服務，是不計怎樣不計政治的得失的。你看人家有智慧，有智慧，怎樣有智慧，我欣賞，是不是當冒油丁啊越政變成功，後來被人玩的時候，被烏統他們 玩起了鍋的時候啊，當冒油丁求這個希盟求安華他們啊，去大家是計票是吧，請安華回來，只有他潘建偉，喂，我哋可以同佢邊個傾過我哋啊？我哋呢個希望可以同慕尤丁再結盟喎，係咪？如果喺嗰時再結盟，啊，唉，不過安華你有野心啊嘛嘛，咁冇辦法啦，係嘛？咁總之咧，你得食啊，今次係嘛？得食唔係你安華有智慧，係你個師兄弟阿穆扎希各取所需，考慮過咧都係同你點啊？安華的希盟合作好，但是呢行動黨要讓路、啊、不
唔係我10月15號，11月15號啊，我所有嘅部署幫你解決咗好多問題啊！你扮嘢高啊嘛，好似洪律師咁啊嘛，喺口才啊，口舌之辯稱雄冇用嘅，口舌之辯稱雄冇用。況且啊，洪律師，你同我辯論啊，你未必贏我啊。傷過好耐都啊，即係冇啊，即席演講嗱、啊，以前我有嘅。即係呢個 live 嘅視頻啊，有嘅，我有做嘅。我喺 live 視頻講嘢啊，我諗我個智慧個火花出嚟啊，啊仲好。咁啊，你唔信你咪喂，你咪喂 subscribe 到1001咯。我有重要事出嚟講嘅時候啊，我咪喂你啲聽眾可以問問題，我即時同你傾咯，係嘛？我唔介意啊，你做大我，但系唔好做得太大，1001夠啦 ，subscribe，OK？、Okay? 啊，我睇你啊，患嘅政治智慧，千喺政喺呢、這個政治裏邊啊，除咗口舌靈活啊之外咧，仲要有智慧先得嘅。大好問，你有冇啊？分析啊，選後結盟啊，搶先啊，好似有冇油丁佢啊？你邊有啊？睇你，唉。我欣賞你啊，喺學生會代表 debate team 嚟嘅，個龍頭嚟嘅。政治唔係口舌稱雄嘅，除咗知學口才佢要好之外，仲有智慧啊要。我睇落你華人輸60幾年係有原因嘅，長選啊仲會長輸啊。啊，你唔信嗱、啊？你睇下你而家結盟啦，係咪啊？你希望同呢個烏統啊嘛？你睇你點俾烏統玩啦、啊？啊！快手啊，儲積個致富，重新儲積個致富，係咪啊？嚇！咁其中邱光耀都可以拉入去嘅，邱光耀嗱，邱光耀特登喺呢度咧要提一提啊，最近俾佢最近俾人哋起訴啊，捉咗去啦，係嘛？喺呢點咧，好多謝啊，邱光耀。邱光耀喺香港讀書，喺中文大學讀書嘅時候咧，佢有做到一件嘢，對呢個華人社會好有貢獻啊，亦都對香港好有貢獻嘅，就係佢喺。啊！中文大學讀書嘅時候咧，申請咗一個即係社會啊、文化嘅基金之類咧，喺邊度做啊？呢個項目啊，就係喺尖沙咀度嗰度啊，塑造一個李小龍嘅塑像擺喺尖沙咀，咁咧成為而家咧就成為一個國際嘅打卡嘅地方。嗱、啊，呢點係邱光耀做嘅，我特別喺度提佢，特別喺度提出嚟。邱光耀咧呢、這個人啊，真係為行動黨咧做咗好多嘢嚇。啊咁啊，甚至為咗咧就係宣傳啊，幫呢個行動黨咧，故意咧就係講粗口，係嘛？粗口難説。咁我有時都講嘅，咪有因為點解嚇？我菩薩心腸啊，有時要霹靂手段，罵下你哋，罵醒你噶嘛，罵醒你哋噶嘛，係嘛？啊，咁咧就係佢故意做低啊，去迎合一啲人。一啲人嘅喜歡聽嗱，我唔係聽邱光耀嗰啲人低係嘛？即係邱光耀嘅博士生啊啊，博士嘅導師、博士學位嘅人係嘛？佢講啲粗口難説，就係為咗幫行動黨做嘢。你今次俾人捉咗去咧，行動黨應該幫佢，一定會幫佢啦，係咪啊？但係有一點咧，佢睇唔通，佢就係做啊唐山降頭害死佢啊！因為唐山降頭我唔使再講啦，係咪啊？啊！咁呢一點咧，我希望咧各位咧就係有唐山降頭嘅華人咧，要清醒啦，係咪啊？你今次咧嗱，除咗華人嘅選舉策略嘅智慧低之外，喺呢點仲有一點，我提你係咪？11月15日係嘛？我同國際形勢分析，哇！今次你睇睇，真係回教黨嘅勢力嘅起得幾快係嘛？啊，佢攞到啊221席，有一位啦嚇。啊因為佢臨時死亡啊嘛，啊喺巴東釋海個喺啊候選人行呢、這個希盟嘅候選人啊嘛，呢、這個補選啦，將來啊12月補選，所以因此有221啊嘅席之中，佢攞咗43席咁上下係嘛，多過多過喂華人行動黨，華人行動黨今次攞到咧就係、是、啊華人嘅行動黨係嘛，攞咗呢個咧就係、是、啊42票度。啊！佢有43，最大黨哇！而且年輕人裏邊啊，
投呢個 E 檔啊，好踴躍，係嘛？咁我十一月十五日咧，我都有睇到有講係嘛？國民得利，國民得利啊！國民得利咧，我喺邊度啦？提示我咧睇到咧，睇洪律師嘅，所以洪律師係有料嘅。不過咧，200%咧就太離譜啦呢啲啊！國民起嚟嘅，而 E 檔起得幾快啊？快過我推斷，我話咧就係點啊？睇你了住。假如印尼啊遷都到加里曼丹島，你就大禍，你就大禍。遷都到就點啊？所有成為一個點啊？政治嘅重鎮、軍事嘅重鎮係嘛？一定大大發展呢個加里曼丹島，已經影響到啊呢、這個。除咗宗教咧，一定要發展係嘛？文化咧係咪啊？啊？咁呢個沙巴、沙拉越點啊？啊？整個馬來西亞點？今次選舉已經飆咗出嚟啦，係咪？伊黨啊，伊斯蘭文化。是吧影響到啊喂東部是吧格蘭德是吧你看看是吧波利斯的書嘛東部殺下來是誰看到我看到就是印尼遷都去2024遷都到加里曼丹島你一大禍伊斯蘭文化我不是認為我咪講係嘛？我撇脱係嘛？成為一個亞洲甚至世界最大嘅伊斯蘭勢力嘅，懂嗎？加里曼丹島聯合埋呢個馬來西亞，今次伊黨伊斯蘭起風啊！各位，你華人要注意啊！你個政治智慧咁差，你選舉策略咁差，呢點你睇唔到嘅，你睇唔到啊！2024印尼遷都啊，對整個東南亞地緣政治同埋伊斯蘭勢力崛起，你睇唔到嘅，食埋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亦都甘心啊，同佢結合啊，結合之後點啊？當然佢唔會用到啊印尼嗰套一刀殺啦，係嘛？一刀殺咩意思？我唔再講啦，係咪？一定係點啊？温水煮青蛙，你壞人啦！個地位越嚟越低啊，所以我今次做幾套視頻專咩？做幾套連續做幾套視頻，我好少咁嘅。我講過係重要時期咧會出嚟，同埋認為咧馬來西亞有能人咧，我好少講。而家有啦，啟聰吳啟聰啊嘛，同埋洪律師啊嘛，其他嘥氣啊，其他嗰啲係嘛？啊咩洪日先博士你合埋邊啊嗰啲啊，你未夠料啊嗰啲啊啊，仲有點啊？你擴闊你嘅國際眼光。你冇呢個國際眼光睇唔到嘅佈局，嗰種南海佈局、中共嘅佈局、美國嘅喺度側局嚟喺度佈局係嘛？大家咧同呢個啊中共喺度周旋啊，喺南海、東海，跟住扯馬來西亞、扯印尼出嚟係嘛？美國啊，喂！因此我咪提你啦，係咪？你今次安華再當政，一定要大舉引入美資，喂！加里曼丹島啊，沙巴沙流月啊，喂，可能有好多咩啊？鋰電池嘅鋰啊，係咪？啊？電動車啊，係嘛？喂，中國嗱，中國咧，美國一定撳住佢啦嘛，發展好多樣嘢，科技啊，工業啊，係咪？但係咧，中共亦有辦法係嘛？大量投資馬來西亞會係嘛？咁你咧？我唔反對你嘅，係咪啊？你啲瘋狂湧共就一經扯中資同扯美資嚟嘛？啊，新加坡咁啊嘛，中美資都得你嘅，係嘛？啊，撳死中國嘅產品工產品，咁中國啊可唔可以喺馬來西亞設廠啊？設廠啊，以馬來西亞呢個地方去出品啊，佢嘅工業啊，啊，自己諗諗啊，呢啲一定諗到嘅，啊。避開 Make in China 是 Make in Malaysia、啊、你沒本問問中資咯美資入來咯是吧、啊、現在按他、啊、喂 Drum 是不是、啊、無人機、啊、大工業來的按中國的無人機嘛你咪喺馬來西亞生產咯，係嘛？啊，引中資嚟得㗎，亦都引美資啊嘛，電動車咯，
啊？美智互相抗衡啊嘛！呢啲識玩未啊？呢啲政治華人唔好撳住低住個頭死往中國走先得噶。而家中國被禁，點樣引資過嚟馬來西亞 ？You make it in Malaysia， 講未啊？啊，美智開發啊喂，鋰電池啲鋰啊，大把嘅可能喺沙巴、沙巴魚啊。仲有提你啊，嗱，楊美瑩可能識嘅 ，fusion 嚟緊啊！你啲油啊、啲石油啊、天然氣啊，擺喺沙巴、沙巴魚做咩啊？你快啲開採啊 ！Fusion 2035或者2030就嚟啦，輕聚變啊！我話唔叫核聚變，輕聚變啊！啲油仲唔開啊？啊！你將呢一個點啊？你睇到李光耀就係點啊？講英語，引入國際勢力去國際勢力同英語抗共嘅。啊！喂，你唔使抗共啦，而家係嘛？大家 fair 都做生意啊！中美一齊引入，成為咧就係馬來西亞成為一個國際城市，去避免陷入咩伊斯蘭啊，極端伊斯蘭嘅勢力崛起啊！我咪講過啊，係咪？喂，你正路嘅伊斯蘭係一個好好嘅宗教嚟噶，你極端伊斯蘭啊嘛？呢點點講啊？啊，你睇行動黨啊，有料嘅人你唔識用係咪？啊，實欺。Ibrahim， 實協 Ibrahim， 阿在益啊，伊布拉恩啊，以前2018加入行動黨嘅，唔用呢位大狀喺 Cambon 出身嘅大狀，你睇嚟行動黨幾冇眼啊！最近啊，人哋啊，啊，在益伊布拉恩呢位啊，大狀點講啊？佢就講啦，同我論調。喂，烏統啊，你一定要同希文合作呢個中庸呢個政黨啊，唔好同嗰啲咩啊極端宗教、狹隘民族主義，亦都有少少類，佢話有啊，類似呢個法西斯主義嘅意識，呢啲政黨啊合作啊，去勸烏統唔好同啲暗線咩，唔好同。國民合作啊！你睇人幾有幾有腦，幾有腦。依林吉祥點提議啊？其中一個 combination 啊，喺選後之後結盟啊，提議國民同呢個希盟結合，國民同埋希盟結合，即係好似阿公咁啦，可能聽到阿公消息啦。呢個梗係好良，即係好嘅，即係意願啦。你諗諗。如果要早咁就咁嘅想法，你即係叫安華放棄咯，放棄佢個首相夢咯。啊，安華點會放棄啊？好啦，國民啊，我危險嘅事冇理啊，我而家有一日五票嘅時候啊，冇油丁啊，佢自己計喎，一五票，我準備都起飛腳嘅時候啊，你要我放棄首相夢？呢兩個 combination 啊，國民啊同呢個希盟啊就冇可能。洪律師分析好清楚啦，冇可能，國民同希盟冇可能嘅。兩個老虎嚟，咪一山不能長老虎啊！你林吉祥啊，從來主張啊，我不過你同阿公咧就係做說客，我唔緊要啦。如果你真係智慧咁低嘅，你話國民啊同希盟可以合作嘅，呢兩隻老虎唔會打嘅話咧，你又真係太天真，係嘛？呢一點咧，而啲天真到點咧，連到在益伊布拉恩啊都睇通咗，國民呢個點啊，可能極端回教勢力、狹隘民族主義，仲有啲類呢個咩啊法西斯啊，佢講嘅話，我等人喺 comment 嗰度截錄出嚟啦。呢段説話喺馬來西亞都。如果知識分子，如果係政客嘅話咧，喂，政治家都有讀到咧佢嘅聲明噶啦，啊，咁我喺視頻都有引佢係咪？呢啲人啊，你行動黨都未識用啊，用唔到啊，佢逼住跑翻嚟烏統啊，所以你屈死咗好多人噶，我睇到你哋呢個行動黨係咪？亦都冇眼係嘛？我希望嗱，你喂陸兆福你識？講廣東話識聽嘅，係嘛？楊巧雙識聽嘅，係咪？
喂，郭素心咁勁嘅人係嘛？最權威嘅美國大馬專家，你唔去聽，聽胡日仙，聽鍾天祥，聽藍志峰，你嘥氣啦！喂，咁啊，陸兆福，你都同阿喂去過阿洪律師嘅節目，你都知佢有料啦嘛。洪律師聽聽啦，同埋呢個同路人吳啟聰聽聽啦。嚇、啊，我梗係要聽啦。你唔聽，唔聽我嗰就撲街啊！啊，唔好講到咁絕喎、啊。你睇下點樣評？麥菜郎，韓國要崛起。我知道佢崛起，點樣崛起？崛起一發覺佢，仍然係九月共識。我即刻話：你輸到撲街啊！選總統，你聽我，你聽我分析啦。啊，佢啊，韓國瑜起嚟啊，佢都唔知道咩風啊，乘咩風而起，佢都未識食，未識食啊。我唔聽。啊，不過喂，賭波嗰陣咧，嗰啲賭波仔就～都要聽聽，唔好聽曬啦。我等你講講啦。啊，最後尾結尾啦。啊，翻到嚟咧就係你咧講政題，你哋玩嘅政治智慧唔夠烏統啊！佢哋玩，我同你講啊，我唔知點解烏統嘅測試啊咁厲害係嘛？我分析過係嘛？啊，仲有你啊嚇，擴闊人才啦，你行動黨係嘛？喂，在役撒希亞伯罕啊，你都用唔到呢個人。在金榜出身、啊、有草根還有些人民關懷的人你都未識用，唉，潘建偉你都不重用再重用，所以你行動黨你不改的話，改完逆切的話，你長選長輸、啊、你的智庫要引進什麼國際級的人物，本人免費同你做一做啦，不過叫潘建偉嚟打幾場波先，了解一下。我係贏緊佢嘅，但係呢啲可以讓分咁啊，係咪啊？就好似讓球啊，大禍啊你嚇！你啲馬來西亞嗰度讓球啊，德國讓係嘛？啊，翻嚟呢度，即係換唔知啦。總結少少啊，你華人咧政治智慧唔夠啦，係嘛？用人無當啦，係嘛？仲有走失人才啦，你長選長輸啊！我話呢次結盟嘅話，你小心啊，同烏統小心啊，養大呢個老虎啊！不過我喺度提你嚟一點，你華人咧就係奇怪啦，啊唔接受啊，嗰啲刀刀見血同呢個烏統打到狗咁，而家又同佢哋啊烏統你唔使驚啊，烏統會接受嘅，烏統用緊華人啦，一早用緊馬華啦，係咪？係嘛？哇！烏統啊會接受啊，係嘛？馬華。自己日漸凋零，日漸又唔好意思去做狗，唔好咁講呢句啊！真係聽話得犀利，聽話得犀利。馬華逐漸亦都唔係替啊大馬華人謀福利啊！而家窮得只剩黨產，呢、這個黨要廢咗係嘛？喂，咪新華人咯啊！我唔叫呢個華人行動黨新馬華，新華人黨係嘛？即係重視華人噶啦呢個嚇。咁行動黨咧就多元嘅嘛，當然佢落唔到近邦啊嘛，打呢條路打唔得啊嘛，佢連呢、這個嚇在役嚇呢個伊布拉因佢都未識用啊嘛，點樣打入個近邦咧？係咪啊？咁啊，下次我教你啲方法啦，我仲要出嚟都會講嘅，你缺宣傳啊！你同中國交流咁多，你行動黨大外宣你學唔到啊嘛，唉，內宣外宣都學唔到，你做啲好嘢你唔識宣傳到去近邦啊，咪？有一點我提你係咪？我喺嗰度睇佢搞一嚿啊！對於啊嗰啲啊，即係而家大家消息都已經傳曬出嚟嘅啦，係嘛係嘛啊？呢、這、一個烏統咧就會同非國盟去組一個咧就係、是、啊聯合政府。我睇人哋嗰啲馬拉文嗰度，我唔係好通馬拉文啊，有啲翻譯去撳翻睇啊，我睇唔到你哋啊，你哋嗰啲啊，喂，網軍啊，所謂網軍嗱、啊，網軍我覺得最成功，你睇睇啊。台灣嘅民進黨係嘛？我等陣要提提你，你學乜嘢啊？你都還要改善你嗰啲啊？你個組織同埋你個策略要學邊個？台灣民進黨你學學啊？點樣打高雄安啊？嗱、啊，我政治嗱在益講過，在益啊嚇，伊布拉謙講得好啊！你冇將嗰啲嚇喺課室裏邊嗰啲天真幻想啊啊嗰啲教科書嘅材料用喺政治啊！
政治係嘛？有時啊，無道德，低處未見低啊，有時係會係咁樣嘅嚇，冇、啊、用咗教科書嘅利益嘅嗰啲叫咩幻想啊，去放喺政治啊。喂，再益伊布拉欣講嘅，係呢啲好多人都知啦，呢啲係嘛？但係入去講比較有力噶嘛。啊、你唔知道我啲高人喺度噶嘛？你唔會聽我講噶嘛，係嘛？但係我想唔到你啊，撒謙、Abraham， 你都唔聽啊！你班友，你都唔識用啊！行動黨，你走咗寶啊！嚇、啊、嗱、啊，所以啊，行動黨，你唔好做大咗烏統呢個老虎啊！你要防，跟住咧要引入一個重新組織一個智庫，引入啲國際級人物啊！嚇、啊，當然要防伊黨啲極端嘅回教勢力嘅坐起啦，喺馬來西亞跟住結合埋印尼啊嘅極端回教啦。嗱、啊，我再重申，正如黃明志，佢好欣賞嘅。即係優良嘅回教係嘛？但係好可惜，有啲極端嘅回教咁係咪啊？啊，好啦，你咁你話咧，你冇學到中共嘅大外宣啊嘛？仲有一點，冇學到民進黨啊，台灣民進黨嘅選舉策略啦。你觀察人哋啊，點樣養套殺韓國瑜？咁啊，今次選舉咧，上屆選總統啊，點樣養套殺韓國瑜？呢一次點樣打高雄案？低處呢個道德政治道德嚇，無道德嘅政治無道德嘅低處未見低，你都嘅手法點樣打高雄案？亦都你睇下再回過嚇嚇點樣打啊？阿小英啊，點樣打阿朱立倫啊？啊！個副總統係一個女嘅，女副總統嗰一屆同佢選嗰陣，點樣打佢？用炒地皮啊，點樣擠牙膏啊？個女啊，女副總統啊，姓王啊，你睇人啲手法，你要學啊，你哋啊。如果唔係話咧，長選長輸，冇咁好運嘅。今次安華有位師兄弟喺度，各取所需幫佢幫。好啦，今次我就係結束，差唔多呢次我最後咧評論大馬嘅政局嘅發展啦。咁肯定安華就得勝，同佢師兄弟各取所需。啊，交換咗咩條件咧？大家慢慢你哋喺馬來西亞會查到嘅呢啲係嘛啊？咁我希望咧就還咧就係、是、啊，藉住安華掌握呢次上位咧啊，盡量推多啲啊，鼓動鼓勵多啲係點樣？多元文化嘅融合啊，宗教共融啊，或者宗教啊各尊。你信基督教咪信基督教咯，信回教咪分回教咯。啊，你要想办法做到啦。啊，唔需要互相攻击，系要多啲交流。通过运动啊，通过歌唱比赛啦，系嘛之类。你谂啲嘢出嚟啦，系咪啊？啊，无人同华人多啲交流，一定要多啲交流噶嘛，系嘛？啊，喂，你去阿勤邦啊，系嘛？搵啲。啊！你唔去近邦或者去土著啦，系咪啊？啊！你長啊！你要避免長選長輸喎、啊，你一定要想辦法打近邦。點樣打？邱光耀會諗到嘅。你都不如叫邱光耀，喂，真係冇罪脱罪嗰時，咪組織一個國際呢、這個。致富咯，係咪啊？點樣引中資？引中資有冇問題㗎？係咪啊？引美資、英資嚟啊嘛，做一個國際勢力啊嘛，嚇、啊！喂，沙拉越、沙巴啊、沙巴啊嗰啲基督教、天主教徒好多㗎，係咪啊？啊，係咪？
我不是说叫你哎喂用天主教这个基督教啊又怎样去压制回教发展各自发展嘛公平发展是不是啊我知道伊斯兰是大马国家哦、啊、但是他没禁止天主教这个基督教的是不是有美知中知或者英知就很少再发生什么呢1965人来的你知道什么事吗、啊、那除了你怎么喂做大的饼之外做多的福利你不要只是引中知是吗你做大的饼做大多的福利的时候马拉人就慢慢怎么哎我们这些华人留在这里都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好的家园未必抢回他们福利的是吗咁當然啦，而家年青俾佢起咗伊斯蘭風喎。年青人話：急我冇數嘅，年青人都好多頭啊！今次係嘛？據洪律師講啊，係嘛？洪律師講有好多頭啊嘛。佢有個喂，佢有個大學校園啊，嗰啲數據啊，啊，我就聽佢啊，所以我知道係嘛？起風啊，國明啊，得利啊，你睇我12/15啊，我係咪寫啊？我咪高過嗰、那個嚇啊？啊經濟學人喎、啊，嚇、啊、個 EIU 啊，嗰、那個啊，我係咪高過喂？麥迪卡中心 research 嗰啲幾多錢幾多喺嗰度啊？幾多80,000研究中心幾多人員啊？算為俾我哋同埋洪律師啊，算為俾吳啟聰係咪？不過有一點咧，吳啟聰啊，洪律師用《三國演義》咧去比喻今次嘅分析嘅局面啦嚇，個、啊、選舉之後嘅結盟就係、是、不倫不類，不倫不類《三國演義》，《三國演義》，《三國演義》點啊？是中原地區華人漢人的喂土著華人整個思維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喂識未啊啊人三國演義我都話你要跳出嚟咯多啲接觸國際社會啊唔好 limit 喺中國嘅古書啊！共產黨嘅研究之類，你要國際化啲，台灣研究下，美國研究，英國研究多啲啦。你所以你要國際學人去組織去致富啊，去擴闊各位嘅眼光啊。Lucas 佢有個節目嘅，佢又走咩咧 ？Debate 啊，呢啲咁嘅 debate 嘅優異或者係馬大 debate 嘅演講嘅優異生嘅路線，口舌。招遊口舌稱雄冇用嘅，喂睇唔睇到人哋布油丁啊？啊，喂，硬吃安華吃幾多次啊？啊，差啲呢次都食埋啊，係咪？再你睇唔睇烏統出個少少聲明啊？點樣聲明法係咪 ？Let 啊點啊 ？Not led by 國盟。你睇人哋點樣出個聲明嘅字眼，背後係有意義嘅。你識分析未啊？阿 Lucas 啊，口舌稱雄有咩用啊？背後有智慧表達啊！啊，我而家要學學人哋棟篤笑都幾好嘅，學上海嗰啲啫嘛。Lucas 係咪啊？啊，李雪琴啊，你知我啦，邊個啦係嘛？北大才女李雪琴，個人 show monologue 啊，喺上海好掂噶。你一定要抄佢啦，系咪？我睇到你嘅來龍去脈噶 ，Lucas。好啦，翻嚟呢度。喂，賭波咧就係啦，我睇你最後世界盃啊嘛，係嘛？所以今日係、哎、聽埋我啦，就去睇波啦嚇。聽日啊，係喂，阿根廷輸，德國輸啊，即係點啊？足球並不是圓的豬頭啊！玩波都有啲智慧啊，唔系做豬頭啊！啊，輸死你啊！嚇、啊，贏你咧就贏粒糖，輸就輸間廠。嗱、啊，呢啲你都知啦，係咪？啊，賠一點幾啊？德國贏賠一點幾或者零點幾啊？有咩讓球啊？係咪啊？阿根廷咧又話要讓球賠一點幾啊？勝嗰時候勝和啊嘛！啊啊！有主客和係嘛？我根據即係我唔知你啊馬來西亞啦係嘛？馬來西亞 bookie 係最大啦，全世界係嘛？賭徒唔少啊，尤其華人啊，小心啊，真係啊！而
贏你劑。咁你香港啲賭波嗰啲啊，古惑仔輸都輸死㗎啦，係嘛？你睇睇賭波專收叻仔，我同你講專收叻仔。我叫你話咧，就係咧，就係點啊？誒，娛樂下下，你唔甘心嘅，你娛樂下話係嘛？我覺得你咧就千祈唔好幫，唔好將老婆本啊、買樓嗰啲本啊去賭啊，一定係啊，自己要懂得控制。我知道你忍唔住手嘅，忍唔住手，用少智慧啦嚇。唉啊，你睇啲故事啦，你睇啊，跳樓啊，係嘛？賭波啊！賭到撲街啊，輸到撲街啊，嗰啲好難賭噶嚇，仲要防佢有冇造假？阿根廷對呢個沙特阿拉伯有冇造假啊？嗰場波睇落去就冇乜造假嘅，啊入咗球輸咗之後，啊佢十二碼啊嘛，啊咩啊梅西啊十二碼射入之後，跟住俾沙特阿拉伯2-1，哇狂攻噶！啊！仲有佢三球合西，啊，仲 off 西啊！佢又咎由自取啊！佢前鋒冇訓練到前鋒呢啲智慧啊嘛，係咪？啊，後衞緊裝你啦，係咪啊？啊，有 VAR 之後，你要啲教練要點樣啊？教啲球員啊？喂，呢啲一定會 review 再 review 噶嘛？你又揾食咩？係嘛？不過呢啲咧就係講教練啫，唔好講住啦。翻嚟呢度我講就係、是。叫你少住咧，余情你一定唔會聽。但你睇下，喂，你要計下嗰啲賠率先得嘅，係嘛？贏就贏粒糖，啊，輸就輸間廠，你多都唔夠死啊！啊，喂，足球並不是圓的豬頭，賭波專收靚仔。啊、有10蚊玩一蚊好啦 ，OK 啊，今日到此為止啦，希望咧各位咧就華人咧就係、是、嚇、啊，應該係我提過啦 ，informacy 之外係 solidarity 啊，團結一致。你有氣啊，你一定要幫我保住啊，我練曬噶啦，唱歌練好曬噶啦，要唔要再聽一聽啊 ？Impossible dream 啊 ，the impossible dream， 唔使啦，媽媽。啊，喂，喺我度有嘅，啊，即係我視頻度有嘅，有幾首歌嘅，啊，我啲歌練好咗噶啦，喂，你等馬來西亞呢口氣，等我嚟一嚟喂，我唔掂咪，喂，係做街頭藝人咯，啊，見到我嘅時候，你唔使一定俾錢，打下招呼好唔好啊 ？Jimmy Huntington， 啊 ，OK。啊、今次就好多謝各位咧，就係嘅聆聽同埋咧，就係、是啊、我知道你冇料噶啦，唔夠膽批評我嘅係嘛，所以今日嗰度咧就睇唔到你哋係嘛，但係你要做大我，我唔反對係嘛，1019啦係嘛，因為咧你要有時啲 live 啊你要中意係嘛，現場嘅大家交流嘅，有且喂世界盃嚟啊，我世界盃有啲有少少智慧噶，有少少智慧嘅啊啊！對於關於、啊、足球呢樣嘢係嘛，我睇得通少少嘅嘛啊雖然到今次咧就係、是、我就冇賭，因為喺美國咧又要咧就係信用卡啦，又要跟住開個户口啊啊！如果唔係你去賭場啊，有啲有世界盃嘅，我就冇喺我哋呢個州咧裏邊咧，好難揾到啊！要揾到個地方，哇！我都去咧少住嘅、啊。OK， 我知道你少住唔聽，但係你要用啲智慧咯。嚇、啊，睇睇個賠率值唔值博咯，係咪 ？OK， 讓球啊，哇！咁個風你千祈唔好咁讓啊，尤其係點啊？啊，初賽嗰一場第一場啊，因為嗰啲強隊可以輸嘅，背後點啊？背後你諗掂佢啊？即係第一場嗰啲強隊可以輸嘅，嗱、啊、你明我講咩啦？係咪？啊 ，OK， 啊，今日咧就係、是。我啲歌係練好噶啦，係嘛？咁到時唔掂咪過嚟馬來西亞咯，做下街頭藝人咯。但係你要做好環境啊，係嘛？有呢種容許街頭藝人嘅文化俾我啊，我先嚟噶嘛，大哥啊！阿潘生啊 ，Tony Paul 有機會打一場誒 golf 未啊？啊，讓兩棍啦、啊，讓你兩棍啦、啊，點樣揾我啊？
你要揾我，一定揾到啦。以你嘅係嘛？以你嘅即係人物嘅話，係咪啊？而且我有朋友嘅喺馬來西亞，係咪啊？怡寶有，唔好講出嚟喎。OK， 即係潘生真係想揾場波嘅話咧，好容易揾到我嘅。好啦，嗱，今日咧就到此為止，多謝各位嘅收聽，係嘛啊？咁你想做大我咧，做到1001啊 ，live 咧可以交流下，我唔反對，係嘛？啊咁啊，今輯咧係我大馬政局咧最後一輯啦。你再要聽我咪聽阿洪律師咯，阿吳啟聰咯，阿聰吹水塘啊嘛，洪律師嘅就係翱翔天際啊嘛。上次我做咗咧，順口講翱翔天下喺翱翔天際係嘛 ？OK。Lucas 嗰啲睇睇啦，嘛呢啲係萬某有實力啦，係咪？不過咧就千祈唔好再信阿洪律師啦，200%，希望咧就唔會上位，安華一定唔會啊做呢個首相啊，唔好希望解釋啦，係咪啊？好咯，有咩再提咧？啊，都係嗰句啦，係咪？足球。不是圓的豬頭啊！喂，賭波啊，專收叻仔。好啦，各位小心啊！祝各位啦，華人喂團結得起咧，就係製造一個好似汪明志啊所追求嘅啊，各族共和、各族共和、文化互尊嘅環境。就好似沙拉越、沙巴、沙拉沃、沙巴，而家啊，佢哋嘅世界係嘛？大家都知啦，啊，沙巴、沙拉沃係嘛？文化共融、宗教互尊。好，各位再見，祝各位好運，保重。